来的自弹自唱的 MV 阿公阿妈。怎么回事？这些小插曲更显得丰富多彩。放下一切的束缚，一起找回最初的美好。
管是过去、现在，亦或是未来，在文藻的人、事、物，已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乐章。挥别此刻，我们将再一同写下另一篇属于我们的新。